你们知道这个西方国家为了拉人才有多内卷吗？我前几个小时刚跟大家说美国拉人，加拿大这边又来一个王炸新规，网红也可以申请移民，你敢信？那么问题来了，网红怎么定义呢？加拿大是这么说的，一是能在广泛的主题分享想法和建议，二是在社交媒体或其他数字平台创建个人和品牌内容。许多我这边的美国朋友听到这些消息瞬间乐坏了，隔壁加拿大祭出网红移民这招向全球挖人实在是太狠了，那是不是所有视频博主大 V 带货主播 Vlog 网红都符合条件呢？前不久啊，就有法律业内人士指出，网红是属于自雇移民级别，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，不是人人都符合哈，所以别高兴太早。网红那是必须从事文化艺术体育相关领域，在递交申请五年内啊，需要有最少2段12个月的艺术或体育方面的自雇经历。但是呢，查了一下加拿大官网，并没有发现以上限制。网站指出啊，网红可以是自由职业者，也可以是什么夜店、剧院、广告和其他制作公司雇佣的网红。所以实际操作如何界定啊，就真得看加拿大自己了。三金估计怎么也得是千万粉丝级别吧。但是不得不说哈，网红的价值真的是越来越高。你们心动了吗？